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跳舞，表演者刘晓峰。感谢各位啊，谢谢大家。喝奶啊，来牛坐上啊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吧。梁老师表演了一回啊，这个算是二次走上舞台。我们又来了啊，我们两个人也算是二次走上舞台，都是啊，二次表演。张老师，今天来的人真不少。是啊，这个当着各位。看一看我，看看您怎么了？好帅！有这个大哥，等会儿再走什么？大哥，你是走还是去厕所呀？大哥，啊，大哥是走着去厕所。这跑着去太着急了。看一看我，看您怎么了？哎，除了说相声，还是一个干什么？怎么，姑娘，都打哈欠了？什么会所所长呢？瞧一瞧我这个言谈，我这个话语，我这个举止，我这个端方，抬手动脚。不知道，确实看不出来，您这个最起码得有点病。没关系，有点病。自我介绍啊，您说说。我，你是一个。姑娘，你是对煤有执念吗？不挖煤就偷煤。不是，大哥，我说实话，我来不了，又挖煤又偷煤，我还自己烧煤，真是受不了，太累了。你看你挖煤，然后挖又说再偷点儿，然后卖出去，最后烧锅炉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一个。武当家，您是什么？别嚷嚷啊，挺晚的了。武刀家，练武术的吧？武刀吗？知道武刀，弄枪，耍剑，就是你们吗？武刀你不懂吗？武刀吗？武刀就是那个武刀。我是你爸爸，不是你爸。这情也超便宜的，武刀吗？武刀不是，您说那是舞蹈吧？舞蹈你要这么说的，舞蹈。我是一个舞蹈家。哎呦，舞蹈家。哎，哎呦，那没看出来呀、没看出来没关系啊。一个人，谁？瓶子，蓝云瓢。不是白瓶啊，瓶子吗？瓶子，你怎么能叫我们都叫栾哥，您得叫栾叔、你怎么叫人瓶子？你跟他熟不熟？还行。哎，叫栾叔，那叫栾大呀，那叫栾叔。我叫他栾哥，我是。你给我坐下，我叫栾大爷，你站起来干什么？给高高捧哏去。大哥，我一上来就上厕所，怎么了？你叫车前子啊？咱俩谁讲的利尿啊？那你给我憋会儿不行吗？你先说说你这个瓶子，你提瓶子他可能受不了了。陈老师，咱能别带着我上高速吗？不是，我没明白。杨丽萍，杨丽。舞蹈家杨丽萍，我新的偶像啊，杨丽萍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关系啊，我新的偶像。
对呀、啊，你说你这是跳舞的，你提你的偶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了？说相声崇拜郭德纲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说相声崇拜郭德纲，郭老师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关键是我还是不认识你啊。你那不认识我有关系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您说着也没关系。对我不熟悉，对我不熟悉没关系。啊，因为什么蒙的？不经常在国内。谁呀、啊？我。您。伊思密。雨伞风雨啊！您经常在国外，在国外为什么呀、哎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，啊，我的母亲是英国人，所以说我生活在国外，明白了吗？大概其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您看我理解对不对？啊，就您这个情况啊，从植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这个叫嫁接。从动物学来说呢，这个算杂交，好一点的名词儿，中外合资。哎，我们北京老话串儿。你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你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怎么叫串儿呢？啊，为什么叫串儿啊？为什么你能吐出象牙呢？你吐不出来，你能吐出来？我能吐来，你吐不出来。你吐出来，我也得吐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叫串儿啊？串儿还行啊？不好听啊？那您不是串？你可以叫我们混血儿啊。儿啊，你混血儿。是一个失身的国家，对，行吗？您是在那儿吃过亏？我怎么吃过亏呢？又什么叫失身？中国失身的国家？为什么？怎么叫失身的国家？系一个领带失身。您在英国就光系一个领带，你是得失身。您这个在我们国内，这个叫裸奔。失身的系一领带。您光系领带那可不行，您不能仗着自己黑，你为所欲为。你要说晚上你光系一个领带还行，你要白天的也挺明显的。那是，我跟你聊会儿天，我都觉得我很罪恶，我都觉得我只系了一个领带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在英国系一个领带失身了，领带、西裤、皮鞋都穿上了，都穿上啊，那个叫绅士。你说绅士不完了吗？那你告诉我绅士不完，你说失身，我说我就以为您就系一领带。对吗？我要说绅士。还能有高尔夫吗？您太幽默了，胡老师。很绅士的国家。咱们到了英国，英国的路，抬腿我就走。你看吧，你的腿全都给我抬起来。抬腿就走。英国的报纸拿回来我就看。嗯，有眼睛。明白吗？拿回来就看。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跟看照片似的。英国的饭拿过来我就吃。这叫什么能耐？问问你，为什么到了英国你会要饭吗？我疯了！我在咱国内跑好好的，我跑英国要饭去。要饭？我不去。要饭你不走啊？要饭咱可见过呀，乞讨吗？地铁里有那个背个音响，那腿有点不好，然后滑着走，唱歌。你入学的心事。就那个吧，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你的家园。你这一半就
别回了家园。要饭，要饭，对，要饭，骑他大哥给点儿吧。你说这人有爱心。我去一个地方。还找特意找地儿去，我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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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，要饭。朋友，这个在我们国内叫点餐，文化差异。您不死心的文化差异。点餐，对呀，英国大饭店，去过吗？我没去过英国。你去过英国吗？没去过。有去过的吗？有，没关系，去过没关系。英国大饭店怎么了？各位说一说，我跟你讲讲，我没离远了看，离远了看，是一个大花园。哦，人那儿的环境好，花园儿。大哥，你能把他叫醒吗？睡着了。你告诉他，没有睡着。你告诉他，你说刘彩萍上来了。行，你先说你花园的事。离远了看，是一个大花园。走近了看，有围墙。围墙上面一圈玻璃碴，玻璃碴子，一般进去很难出来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朋友们，在这个我不进，我进什么进？在这个围墙中间，它的墙外有一个铁栅栏门，从这个铁栅栏门进去啊，院子正当中，怎么着？有一个洋灰磨的水泥池，朋友们，在这个水泥池，洋灰不就是水泥？这不是一个东西吗？怎么说？洋灰磨的洋灰池子，水泥磨的水泥池子，你叫什么？张总看。那为什么你有俩名字？师傅起的。啊，对呀。啊，那是洋灰师傅起的。我好像听懂了一样。洋灰师傅起的。哦，洋灰磨的水泥池子。啊，对的，洋灰磨的水泥池子。朋友们，这边还叫混凝土。在这个水泥池的正当中，正当中有一根胶皮管，滋滋滋滋滋往上喷水。啊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完了吧？您知道？露天浴池。这叫露天浴池啊，朋友们啊！我在那儿洗的澡。您啊？您在那儿洗的澡？在这洗的澡吗？洗过澡吗？在家洗过。啊，出去在这洗澡。朋友们，洗澡记住了，第一个步骤什么呀？脱衣服。真有道理。把衣服脱干净，开始往身上打水，沾水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来吧。不用了，姑娘啊，身上全都打湿了。哦，这地儿没有搓澡的。这个时候，朋友们啊，开始抹东西。还抹东西？这个胳膊，这个胳膊打姨子，打哎呀，姨子，我姥姥现在都不说这话。这个胳膊啊，打你姥姥，我踹你爷爷。像话？你别打我姥姥，姨子，你不是你姥姥不这么说吗？废话。打姨子，这个胳膊朋友什么呀？舒肤佳不一样吗？沐浴露，还有沐浴露呢。前胸，前胸八字，怎么样吗？朋友，你为了美白太拼了一点，那不烧得慌吗？前胸八字，八字后背啊，威猛先生，你后背怎么还有一个威猛的先生？你听得懂人话吗？后背威猛先生，不说我后背趴着一个威猛的先生，你背着一个先生也不行啊。张老师啊，您要开车往别的高速上开好吗？不是，那怎么能开车？那不是你威猛先生不知道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杰策零。您这后背就得拿杰策零洗。那怎么办呀？你身上你给我装红吗？那怎么办？朋友们，不用管。一身的泡沫，哎呦，起不来反应了，疼啊！一身的泡沫，一身泡沫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开始冲，冲啊！你废话，你就一直那么洗吗？你冲，冲干净了呀。哦。
要不然怎么能看到我这个黑皮下的白白的皮肤呢？这烧出来的，敢冲，不好冲，好冲啊！怎么冲？把人家站淋浴嘛，一站冲啊！不是，什么不是？我那是胶皮管的旺盛姿势。哦，对，我把这茬忘了。他在动。哦，对，我得找一下他的弱点。哎呀。作死的模样。东尼。哎呀。嗯，可算是冲干净了。不错。怎么剧场有一万多人呢？眼睛花。可算冲干净了。哎，冲干净之后，朋友们，迈步往里去。我要穿上衣服了。冲干净之后，穿上衣服，迈步往里去。哎呀，你少了一个步骤就该裸奔了。朋友们，看这里边有门。哪儿都有门啊！啊，你像中国常见的单扇门、双扇门。对呀、啊，单扇门。朋友们，他那个不是，他那个是四片门。什么叫四片儿？四片儿。啊，转的。转的。啊，这么转。啊，这么转。你以为这么转呢？这么转，转吧，天津之眼。往进，走快了，磕脚趾尖。走慢了呢，磕脚后骨，你长得还真全了。朋友们，记着他啊，记着他，飞着飞着。这玩意儿多喜庆啊！走你，哎呦，这就不爱行。朋友们，可算是进来了，可以。要不英国就是英国，怎么呢？里边的建筑跟外边一样，好，也有一个杨天诺的指挥车站。中间也有根胶水管往上滋水，我旁边还有些泡沫呢。孙磊，你又转出来了，是吗？对，你闻闻还有八四味儿呢，杰厕灵。那旁边还有你老婆，是，旁边还歇着一位猛的先生呢。这饭菜，就这样。阿东，你哎，哎呦，可以了，总算进来，半天就进来。进来之后，老婆呢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。从我走过来了，红哦，门童长得不好看，哎呦是吗？光在这点墙上有身份，拿我这个膀胱这么一扫，你怎么能够这个样子？你怎么能拿膀胱扫人呢？这对人太不尊重了。膀胱你懂吗？膀胱懂啊。懂什么叫膀胱？您说什么叫膀胱？什么叫膀胱？啊，这个叫直肛啊，这个叫膀胱。喂喂，每人都有两膀胱，是知道吗？你也有两。你这俩没有，这俩大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跟您说啊，普及一个知识，这个叫直光，这叫膀，这叫余光，余光，余光。那膀胱是？膀胱是髓膀，装尿的那个东西。你说你这话俩髓膀甩来甩去，谁挂俩髓膀？这半天都你说你拿膀胱找人家，你想吗？我还说呢，不你这。财不败露，这玩意儿你都甩了它干什么呀？余光，余光，等等，膀胱您不要轻易的拿出来。余光是余的膀胱啊，余光，等等，这么一扫，还是冲我过来了。用要这个弹孔帽，哎呦，恶心，弹孔帽，戴那个那叫礼帽。都要我这个礼貌，对，把我的礼貌给他，那我不是没有礼貌吗？我就没有礼貌，给他这个包袱，听得浑身不自在。围脖，木乃伊，给他，你这脖子也就这么细了，缠多少圈儿？脖子套，这是家大人怕他丢了。给他拴着眼镜儿，啊，段先生戴眼镜儿，给他隐形眼镜儿，真全了，都给他，你把眼珠子给人家，鼻子套给他，鼻子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鼻子套没套鼻子的鼻子套，对，那能是套哪儿呀？给他假牙，哎，给他，您是这是哪儿吃饭的？吃饭，您吃饭把假牙卸了
您不好嚼吧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假牙给我。怎么了？不是我的。你有韭菜？英国人吃韭菜的。哎呀，榴莲哦。不是不是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？最后一个是我。那你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你也吃饱了。你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你是好人饭店给人洗假牙的。朋友们，这个时候开始脱衣服。怎么还脱衣服呢？因为朋友们，因为什么？英国的煤球炉子特别热呀。英国也烧煤球炉子？什么炉？人家不叫壁炉吗？煤球炉。为什么呀？我供的煤。煤球炉。这都国际产业链了啊！开始脱衣服。大棉袄。他家是煤炉。大棉裤。棉裤。大毛衣。大毛裤。这哪本儿？这英国冬大秋衣。刚才外边洗澡没冻死。大秋裤。大内衣。大内裤。你是准备再洗一个是怎么着？怎么再洗一个呀？您吃饭去，您脱光了。热呀。那也比您多少穿，您考虑一下其他食客的感受。您想这边正吃饭呢，一大黑耗子溜过去。这玩意儿多吓人呢。那怎么着？您这多少您穿上点。穿上点。您多少穿上点。穿点。穿点。不好意思，把那个秋裤给我。秋裤给我。他好歹穿一秋裤。没没，穿上我那个秋裤，迈步往里走。哎，没想到哎。您手干嘛呢？我这秋裤没有松紧带儿。平时也这么拽的。平时塞裤衩里面。我把裤衩要回来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您怎么着吧，您别折腾服务员了。朋友们，拎着我的秋裤，找了一个沙发，往那儿一坐，显得我特别的绅士。您琢磨这场景，前胸上八字烧了，后背上杰色灵洗了，往那儿一坐，秋裤。是这个呀，多白给还打了个帽。往这一坐，还得拎着秋裤，就这玩意儿绅士不是？绅士，这您一撒手就失身了。完了，这个时候开始点餐，还有脸吃饭？叫服务员，叫我吧。说英语，英国，要不然容易让人笑话。哎，没人笑话你。Taxi， 没怼死你呀、啊！我要开那开子，我就先撞你。英语吗？你小姑你打车去了是怎么着？哦，不对是吗？开子你像话吗？那你说不对不完了吗？废话。小二。小二啊。英国。啊，英语。Small兔。Small 小兔二 ，Small 兔小二。谁听得懂啊？那还 waiter。什么 ？Waiter。对，想起 waiter。Waiter， 您要是没打响，就算了。能打响 ，Waiter， 甜品，什么什么？哈蒙。哦 ，Waiter， 什么？这到底是哪儿啊？什么？什么这儿？可报这儿，你给人指出来不就完了吗？服务员过来了啊，说话了，说什么呀？先生，您请的啥呀？说英语，吃烩面。那不会，那不会，随便点点。过来一个波兰地，波兰白兰地，波兰地白兰地，波兰地说白，波为什么不说白？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听我的，下回点黑方。波兰地，人头狗 XO。人头狗。
做法老去，是不是？人头马，人头马，面包裹的酱，面包裹的酱，再过来两瓣蒜，这个蒜跟前面这有点不太搭吧，朋友？因为什么，朋友？啊，因为这个饭店旁边就是一个舞厅。都知道我是一个舞刀家，都知道我是舞刀家，都知道我舞跳特别好，他们都认识啊。好比说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，妙龄女郎，回来请我跳舞，请您先生，请您跳支舞吧。不好意思拒绝，啊，您有身份就得吃蒜，吃这个蒜有讲究啊，把这个蒜放在嘴里嚼嚼，不能咽，咽之后辣心，嚼嚼吐了，哎，就给嘴里这个味儿。他们说长特别漂亮姑娘过来了，怎么来，先生？请你跳支舞吧。不好意思拒绝。哦，您不能直接拒绝。对，就得这样，不能驳人面。在家的姑娘 ，Oh my god！ 你可太损了呀！拿这给人轰走了，轰走了。你不如直接拒绝人家。怎么了？好家伙，这辈儿好几天散不了。兄弟。喜欢跳舞，喜欢跳舞，喜欢跳舞啊！真喜欢跳舞，那可不。那您说这么热闹，哎，问问你啊，张老师啊，你喜欢跳舞吗？我喜欢看人跳舞。去过舞厅吗？舞厅啊？啊，哎呦，这个分哪儿？国内的多少？去过什么样？就是中间有个舞池嘛，外面有沙发，然后上面有那个霓虹闪闪的灯那闪，然后有乐队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国外也差不多，朋友们。但是啊，乐器我没见过。乐器，乐器很奇特。什么乐器？那有一个黄金做的小便池。有一个人去迪拜，有一个人在那吹呢，吹走。来，挺好玩啊，挺好玩啊，吹，真的在吹那个。哦，吹吹小黄金做的小便池。没有多大，怎么没人要啊？那什么东西？就那超市有那音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你爸爸。那玩意儿叫萨克斯，萨克斯不是黄金做的小便池，是没有人要，尿完就不响了。尿完不响，那玩意儿吹的不好。您吹得好，看来我要吹你准备掉一回了。废话，那叫萨克斯。好，旁边还有那个扎普顿。对，按键，给自个儿枪了。不，各位见过没有？扎普顿，扎普顿，就那样，长那样。小提琴，小提琴，扎普顿。旁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？松紧琴。叫什么？什么武器？松紧琴。你们家这玩意儿叫松紧琴的这？朋友们，看见这个松紧琴，我难受。你难受不受啊？我没有松紧带啊。你给我来一截也行啊。别，您这一截就给这毁了。朋友们，最重要的，中间站着一个人。站一人怎么了？那人啊，穿着一个屁股帘。屁股帘啊？燕尾服。燕尾服。打一个蝴蝶结，蝴蝶结，手里边拿着一根银棍，嚯、哦！他不拿六个流氓吗？什么叫银棍啊？什么叫六个流氓啊？对，那什么叫银棍呢？银色的棍子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六个流氓？就是单纯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六个流氓。你手里能拿六个流氓？哎呀，你手里能拿一银棍？为什么？银色的棍子，那谁知道？那叫指挥棒，还银棍。指挥棒，对呀、啊，哦，指挥棒，朋友们，他不动，没人动，那指挥就干这，他一动，全都动，让谁动谁动，黑色的柱子，啊，我没让他乐，他在干什么？听指挥的好吗，红娘？跳
这不是河南坠子的曲儿吗？啊，不是您倒是他不跳，废话，不是您到底会不会跳舞？不会跳舞。您说这些一点声都不像，要真会跳舞，您也不废话啊。今儿就在这儿，大伙儿咱欢迎他跳一回，怎么样？好、啊。我们说的没有用。咱们两个跳舞，谁跳啊？你跳啊！我跳不了独舞啊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那您什么意思？必须得两个人啊。俩人给你找舞伴。除了舞台，这舞台上。不是这舞台上除了我之后还有人吗？除了你之后是什么？我的啊，你太薄了。你陪我跳啊？我陪你。咱俩跳的是什么舞啊？咱俩就是来到了爷们儿，扭来扭去的好看吗？扭来扭去。好看。交际舞。交际舞。对。怎么里边有什么？一男一女有什么？一男一女两个角色呀。这么得了，我来这个男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有阳刚之气。咦、嗯嗯？行，我来那个女的，可以。为什么？我还有阴柔之美。这么的，我来个二椅子。气质确实像。爱化妆，我要化妆的。区分一下男女。好。这个不知道他会跳舞。这个是后台的吉祥物，白白净净的小伙子。我说他手里的童心。这个咱看他跳很专业啊，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舞蹈家，没有见过。这个不知道他能跳成什么样，反正挺专业，知道化妆。你看他化的那张脸，让你眼瞎了别海盗了，怎么耳朵露？他顶天偷土豆了，行，可以吗？行，这，我要把这个记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看这个，这个，或者说是我那个超短裙。别看了，那超短裙也太短了。这不是家庭主妇吗？我直说超短裙的，你这没劲，什么演员？行，那您在这等着，我要准备跳舞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行，就看您跳了啊，您在这等着，好，让您跳舞。你说咱也不知道你们这。给你纸。
哎呀，来看看跳舞的，看看跳舞。小姐，音乐呢？还有音乐呢？啊，行行行，就音乐啊，多干得慌啊！音乐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你特别逗啊！他弄个猪八戒的曲儿，他叫我小姐去跳支舞。跳舞。什么毛病这是？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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